銅鑼灣有成日爆場的放題店，每個月的營業額超過成千萬。訪問之前，我們就曾經放蛇實施，試圖找出為什麼這麼好賺呢？不嬲酒店有自助餐啊，有剩啊，但是放題嗰時，我哋雖然不是第一做，但都很早期已經做咗噶啦。日本料理學徒出身的林華海同三位股東，2005年喺七南道南開咗間放題店大吉，當時每位148，任食大約70款食物，成功突圍而出，8年之內開到最高峰的12間放題店。大字頭嗰邊啦，都是我哋有幾個一起開的，平均一間都幾百萬咯。以前我哋四個嚟計數咧，係佔個全港嘅放題量咧，都有佔一半嘅市場嘅。但之後四人嘅意見不合，所以拆夥。佢而家就擁有4間分店，每間鋪頭平均月賺20萬。到底有啲咩策略呢？7500係啦，呢度有300個座位嘅。我哋放蛇嘅時候就被安排到最密集嘅2人台。台和台之间只有一部手机的距离，清楚听到隔离食客的对话，非常之烦。访问的时候亦都问过客人，有啲逼的，因为刚才他们出去攞嘢的时候出来咧，都撞到人哋，系逼少少，系逼少少。不过我哋大家好融洽，可以系啦，尤其是我咁大份，系咪？点解逼呢？因为我哋系执嗰个流量，因为我哋人手同埋成本好重啊嘛。咁如果佢每個人我哋嘥一個位咧，就會嘥好多噶嘛，所以會有少少逼呢個情況出現。如果個時限長少少會好啲咯，係。同埋我哋一定要有時限，好似放題咁樣咧。如果我哋做個流量唔夠咧，我哋會輸得好嚴重嘅，張台會做1至2次啊，咁樣會令到我哋嘅壓力冇咁重。覺得是放題都有啲少少高低參差啲噶嘛。例如好似放題，你話有啲食材、酒店啊嗰啲甜蝦，我哋都用翻嗰啲甜蝦嘅帶子啊，大家共同嘅。就好似一啲較容易飽肚嘅食物，例如手卷、熟食，相對成本就較低，亦都較容易填飽個肚。做細可以令到啲客人。哎，乜原來呢間嘢咁多人排隊食飯㗎？咁我都試一試咯。咁你知羊群心態㗎嘛？加上我哋香港人就比較中意見排隊咧，就去睇一睇，好奇心多啲嘅。做細有嘅，即係等於以前我哋門都開咗啦，開咗樓下都會不停咁排長龍嘅。後尾就因好多客人就投訴啊，天氣熱就好熱啊，天氣凍又好凍啊，咁就將呢個文化慢慢調節咗。就實施落單，而家去5分鐘就首先上咗個寒冷手卷先，5分鐘咧就上咗第二輪。雖然嚟嘅部分同點單嘅數目不相符，但係漏單嘅情況亦唔算嚴重。即係你20隻可能誒去到18、19隻啊，或者16隻啊，有少少嘅，因為始終個場大啊，每日可能執嘅嘢多啊，咁有時可能漏咗唔出奇，或者有時啲跑餐可能睇錯 number 都唔出奇，呢個係常見嘅。不過浪費的食物就隨處可見啦。但我哋都會用樓面去提點客人，喂嚟緊啲食物啊，盡量食曬佢啊。一般客人都會受指示嘅，都會食曬嘅。咁你話個別客人可能佢真係太飽咯，咁啊揀都食唔到咯。你會食個罰錢啊咁啊？罰錢暫時未有。